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Z3 Plus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耶、yeah ！今天我们来哪里？2023年的有没有90的车具啊？等一下会带大家再去逛一逛，对，好，介绍车子。有些车说实在我还不太懂，我等一下再确认一下。我都不懂，我想说要看你介绍。哎、欸，我大概大概八九十而已。好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看呐。对啊，本来要分两组，后来看一看好像有点困难。对，三个凑在一起搞不好就看不太懂了，还分开。大家整场我们都绕一绕看一看，那我们就 go。真的好汉嘛，那时候才有这种金色涂装，帅。以前车都有那个，很多车都有旁边这一块。这个、啊，这个都是加的、啊，很酷哈、哦。这是大包的概念啊，对了对了。NSR，NSR， 你不骑过吗？泰山？我骑过 FD 啊。啊，这个也有兜风啊，兜风青春乐那时候都是同期的。啊 ，Dio 就分斜板跟可动版，可动版这都斜板的嘛，对不对？都用斜板的，就用斜板的。那时候我是豪迈跟迪爵两台是最当道的车，啊，这个是黑色的名流150，看这个是掀灯的吧？对啊，掀灯的。我看啊，那个 Gear 啊，后面那个架子一定要装那个，我们俗称超不 Gear 那个装起来都可以跳很高，很超不一样嘞。斜板的是比较大，大家比较爱。没有，一开始是斜板的，可动是后来才出的。那我们去看车子好了，今天主要是车子。所以我这样算走进牛群吗？你看一些都换卡梦的，整个都卡梦的，都挖洞，很帅，散热应该很快哈。最厉害是这个啦，最厉害是这个，这个，是吧？超屌的，我怀疑这个是哪来的，知道吗？头塔有没有那个公司外面那个 Mark, 公司外面那个 Mark, 那个 Mark， 我怀疑应该是那个，不然怎么什么车那么大的？没错吧？公司也没那么大 啊，这个啦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就是。宽体锁了大包，有看到吗？锁上去了，这样就会特别用力啊。还有后面也是啊，后面也是，对啊，锁的，就用锁的啊。啊，这个如果验车，我再拆，如果不能过，就是拔掉，就起来。这个验车拆下来就有洞啊。哎，怡平，这是什么颜色啊？可是不觉得有点蓝带紫吗？蓝带猪牌。对，是2000啊，神之手，多分之一。会鼓哦，小小的，像摩托车的。
大小，以前都流行大大的嘛。对啊，这个改小小的，很不一样。其他都对啊，只有这一只不一样。对，抓到一只不一样的。等一下我们看一看，我们要挑一台自己最喜欢的啊！你不用再挑你的 IS 哦，换一台这样，你要换哪一台？好啊，心目中的，我不要心目中挑一台。他没有 A 码，这边没有 A 码。对啊，他很伤心，那、啊、好可怜。我是很多车还没开过，我想说怎么样？多看看。对啊，可以看看的话是最好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有点像，感觉有点像法拉利哦。哦，蛮像的，跟整个大包啊，有点像 F40 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像法拉利？它比较方正。哎、欸，它的屋顶是玻璃的。啊，我记得可以拿下来。变敞篷啊？两块，它是没有没有，算敞篷吗？也算是啊，你可以。它中间有个柱子，有个柱子，欸、对不对？我记得应该可以拿下来啊。方便访问你吗？也可以。你这车有大概有整理还是花了什么东西？对，因为它早期就是台湾没有它的专属大包，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全部手工做的，全家做的。那它是 AWE， 就是黑马队的第一代，啊，它是机械增压的。目前台湾应该只有这一台是机械增压，因为遇到第二台，其实它可以把它拆掉变成敞篷的。我知道的、啊，两块嘛，它可以分两块嘛。没有封吗？没有封死，没有封死，没有。没有。对啊，所以我印象中哦，刚刚我说可以拆起来了，对对对对。所以这个包是国内，对，国内做的，国内做的，手工做出来的，手工做出来的，是自己设计的吗？是设计吗？还是画个图啊，给他，请他，对哦。所以难怪前面感觉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对对对对。平常有在开吗？有都在代步啊，上下班。哦，上下班都开这个，对对，开这个去。我以为这大家都会停在车库里，所以你都在使用啊？那车况应该很好，还不错，还有在开。对啊，还有在开。其实老车就在开，不开越放会坏掉。没错、啊。对，老车不怕开了，都怕放。啊、就是要开就对了。对，就是怕你不开而已。对，放到都坏掉了。好啊，谢谢哦、喔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。哎、欸，春日部嘞，春日部红卫队嘞，哎，他会动啊，他会眨眼睛啊，会眨眼睛嘞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喜欢这样，就是一个自己的车，然后再配一个自己的小摩托，一模一样，对，要一模一样，要一模一样。这是 GS 第一代，卡梦的嘞，第一代 GS 蛮好看的、欸。以前是不是很流行双灯啊？对啊，好像是这样哦、喔。它、啊、这是好像都分开的。哎、欸，这绿色好好看。要不要考一台绿色的车？你看这个绿真的蛮漂亮的。对啊，金属绿啊。换这边，好了 ，BDM 区对面都是 BMW 的，这边是看过去大部分都是五系列的啊，这时候那时候我小车就有了啊，这都五系列的啊，它引擎盖都是往前掀的，哦，那台有气压哦，紫色的第二台，而且他们都有彩绘那个线，其实好像很喜欢拉那个线条，侧边啊，侧边线线条都会拉，那时候还蛮流行会拉的，哎、欸，你看大灯里面是什么？欸、大灯里面是酷酷头哎、欸，这应该都换 LED 的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一排都是日式的山林，眼睛一定要打开，有没有？给大家看，排气管在这。看为什么？侧排。对啊，它的侧排太前面了吧？那后面有吗？一定有的、啊。去看一下。有啊，前面它比较大根，双出啊。那前面的是什么？阀门一切，从那边弹出来。从头段直接喷出来，就从下来要直接下去出来。这个说实在，在台北已经很少了。这种就这种通常都在路边，然后破破旧旧。啊，对，都停在。嗯，在北部都这样，好可怜哦。对啊，你看现在台东就碎了，都很固很漂亮。你看，竟然夹杂了一台东京来的，怎么变成涩谷壳牌 SIRI 性能版？记得是那个性能版的，没错，这个就没有影像码了。我记得 R， 记得 R 就是没有了。我那台就是 SI 就有影像码，对。啊，这个哎，这个其他跟我们店里一样同款的日食、哦，他们的尾翼都是长这样，这原厂尾翼、啊，原厂尾翼、啊，对啊，都很可爱啊，每个都有。我、哦、这个比较炫，哦、这个排气管，对啊，斜轮眼呢？哎，它中间怎么混一台？这台是日食吗？这台屁股怎么那么像 Supra？ 这尾灯是 Supra 的吧？不是哦，这改的哦，看一下啊、哦，日食啊，日食啊，对啊，他们改的不一样。
所以人家就像刚刚我们讲的，改到你都不认识了。而且它是敞篷的呢。啊，对啊，敞篷的很少。哇，这个，哦，这个。哎，像这个是不是自己切的？是自己切的还是？我知道有那种旅行车，可是货车的我就这车就比较少了哈。你是车主吗？这是原本就是皮卡，原本就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切的吧？没有啦，这是原厂就长，货头是原厂的这样子啊，哦，啊车头是改的。对啊，车头是改的。改车头，结果你们是改车尾。我以为是改车尾，结果你们是改车头。车尾比较严重啊。啊，这都换。一样啊，换 EVO 的包啊，换个鱼眼，用烤肉网。对啊，以前都是这样子啊，以前我们改装都是这样啊，网子用就好了。这台是正规的 EVO 都改这样，就前面要两个，一定要对，一定要两个大，两个大雾灯。结果这台都假呀。那你就知道，你有骷髅啊？骷髅可以改啊。那这个还有那个进气啊，看后面啊。看雨刷吗？看雨刷，还要看什么？后面的有没有 LP 俗称差速器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听声音是蛮像的啦，来有没有？有啊，可以说啊。还有一个标准配备，一个大的烤肉馆。这一段就换你了，进去，这是你的，就 TRD 的沙包。好好的休息一下。你不觉得 IS 银色很多吗？哎，没有，这种就是它的那时候那个卡达洛库色，卡达洛库色是 demo， 对 ，demo 色最多的。我很少看到是黑盾。你知道这个还有分吗？啊，黑盾是什么？这有分黑盾。啊，你是红色的？我是红盾。啊，为什么是黑跟红差在哪里？啊，为什么你装红的？因为我的车是粉红色的。哎呀，这个粉红的，这个是自己烤漆的。你应该烤，你应该装这个。对，那你就送去烤漆，烤就好了。不要啊，不然等下趁他没注意，我先扣下。哎，那个很贵。那很贵啊。对，边路区啊。啊，这都我哥啦，这都比我大。哎，啊，你的要不要去烤一下？我的好像也可以烤哦，看起来红的比较穿嘛，对不对？哥，哎呦，上来外宾室呢 ，GMG 呢？对吧？外公，哎，这个你看，这比较老，更经典的话。金毛雨刷跟我们沙巴一样，你看五好粗大，它的灯好大。现在地标已经越来越少了，这个大屏框啊，大饼哎，大饼片哎，而且你看它方向盘漂亮，哎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五加二哎，不是，这后面还可以坐人，是啦，我重点在小黄书啊，有坐人啊，坐在一个小姐啊，你看。哦，小姐坐在上面，对啊，这是椅子还可以坐人，那表示说可以坐一个。哎，这个椅子是往后看的，对，往后看的啊，对啊。我们那个挖工有没有？我记得是 3.0 的也是这样，有一个椅子藏起来。你说 Camry？ 对 ，Camry 也是一样，往后看。对啊，赞吧。这车真的也是很漂亮，哇，那排气管很漂亮，方形的。那你觉得这爆龟是原厂的吗？原厂的，原厂的啦。对啊，原厂都爆得很漂亮哦。我跟你讲，全台湾大概一代 CRV 大部分都跑在这里，都在这边，因为太多可以挑。我们其实挑这台黑色的，哎，吴建平啊，它是气压避震的，应该是气压避震，它整个都降下来了，变矮了。长轮，对啊，长轮，藏进去，别想这堆啊，这堆都丢啊。而且你看它这样弄，变成挖工啊，变挖工啊。来，看一下，我跟你讲。他后面还有卡钳，他付你一个卡钳，掉不掉？说出来哈，也很用心，很用心，对啊。然后他这里就有写趴 CRV， 就是爱趴了，要趴落去，趴落去再趴，趴落去再趴，对哦。对啊，以前你看，以前那个 CRV 的后下面有一个保管，就是很厉害，就是这样短短的一支，为了排气管，它会断一节过去，对。厉害了吧？我刚刚稍微访问一下车主，然后全台湾只有三台改过这个气压避震，因为他说避震器是比较特殊的。一到冰冻，我拢问好啊，冰冻有两只，伊就其中一只，对吧？哎，你顺便看一下，你看那条鱼眼，帅，用心，真的是用心去叫货这台车啊。好，车主蛮低调，他说不想对露脸。好，我们再赶快下雨了，我们再拍。好。本来跳过去了，等一下，西元本来跳过去，后来看到，哎，这铝圈，哦，是还蛮帅的，我说，哦，那就看过去，结果那左右竟然不一样，结果来，我们来这边再看一下，哎，这是
这是 K6 款的 Coupe， 它是双门的。我们那台是三门，这是空门。哎，左右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买是不是有两台啊一起换的？不然这样买八组。对啊，买八颗，八颗，八颗，对啊。有一个地方很，我觉得我蛮喜欢的，就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汉达，这字体蛮好看的。原来喜欢字体而已。对。你还戴眼镜，难得来去看一下。这什么眼镜？这什么？这一个涡轮的。对啊，我们差一点就是可以这样的。差哪一点？差号码那一点。差号码那一点。哈哈哈。它这个里面的烤漆是不是重新烤？一定重新烤过的。所以它要把全部拆下来，然后又对，有些人会真的是从下来全部喷完再上去。这个是不是强化的？对，强化的。强化引擎角。对啊。这个是故意挖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散热进去，啊，这水箱都加大了，变厚啊，好厚。对啊，变厚了啊！风灌进去，它给你散热。小细节都是大关键，这些东西细心，你可以做出来。不要封印啊！我被封印起来了。不要先看起来，因为原厂不好看。哎，彩电那台好看。这个彩电那台的那个玻璃有贴它的改动明细。对啊，你们可以去拍一下。我那么等了，我都看不完。老师，它贴在哪里？就是呢，改动明细都在它的车窗那边。大概有两行。两行。对，两行。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引擎内部，换了很多东西的哈。改2.5，刚才特别交代那个天窗一定要打开，天窗一定要打开就是。结果大家都很热情，结果车主不在了，不在这边了。他一直换引擎，不是，他一直换引擎。他买来的时候，这个他的引擎有改过，改过。再次买的时候就改下一个世代的2.0，然后后来他就把它开坏，然后他就如愿以偿就改了一个2.5。哦，就这个是 EJ2，你看他改的那么大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他交代说要讲假的，但是他真的不在，就是说这是真的。哦，真的。好，他就改二五啊，二五那个低扭。我知道，所以是假的嘛，所以我们大家知道，对，这是假的。应该可能是二五。然后车主喜欢改螺丝，他就喜欢改那种紫色的螺丝。连车牌都是紫色的螺丝。对，看得出来，人家价值都是紫色的东西这样子。对，不是紫色的蓝色嘛？对对对对，他喜欢紫色的螺丝这样。然后哦，还要改那个小天窗哦。对啊，说这个一定要讲一下。哇，因为这个天窗是那个日规 Type RA 的那个标配这样子。因为 Type RA 在日规的时候它是没有冷气，所以靠这个进气的时候实在太热，所以需要小天窗这样。它只有上方没有冷气。对对对 ，RA 就是拿来赛车，就是买来就是要改成拉力赛车，所以它的上面就有开动这样子。我们那白色有一台也刚改哦，在那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翘起来了。就在那边，你可以直接访问他。对，这就是 GC 界的蹦品这样子。蹦品之一，蹦品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切真的要很有勇气。就像是我都，那你哪来的勇气？他先切了，我就切了嘛。我们交团的这样子，我们同一个时间买。所以是他给你的勇气，不是梁静茹，对不对？不是梁静茹，因为你买到了，不切也不行。好，不切不行，已经标到了。哦，对，买到了，毕竟都花钱了，那就是要切了。像我就不会去标的东西。不是啊，你就可以把它不要切啊，把它连上去就好了。啊，但是就开不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一定要开。对对对对，买来就是要改嘛。买来就是要改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内装、外观、动力、底盘都有。看两行字哦。两行。挡泥板也是日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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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啊。你看，他还改后雨刷呢。没有，我看到了。对啊，那是真的会动的哦，不是用不是用贴的嘛，对，真的会动的。啊哦，我那访问一下，你的车是哪一台？我车吗？我车是白色那一台，最前面的。哦，最前面的。啊，你有改什么吗？可以看吗？可以看吗？我是买原厂的啦。好的，买原厂的。看一下。我还是要请刚刚那个车主来帮你介绍一下。你说刚刚的车主吗？对啊。认真，认真。对啊，你放风哎！哇！哇，就是我的涂装是仿那个邓峰的涂装这样子，我比较没创意就仿人家这样，对，然后就是为了仿他，所以那个前面就是保杆就是改那个中期的保杆，就是跟他们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因为他们都是后期的啊，我是改中期的这样，中期的，对，然后那个下巴就是找最接近邓峰他装的，对，就是这其实台制的啦，不过那个型就比较接近一点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就尽量。
就是长得跟他一样哦。对，但是邓峰的16寸银色轮圈我就改不下去，因为要降改这样子。哦，降改。所以我就改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就别跟他走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好，大概就这样子。我没有想天窗，不好意思。那你下一次就换你了。我舍不得切，舍不得切。好啊，感谢你哦。好，谢谢。我要访问谁？对啊，请问你？没有啊，你就问他嘛。请问你是几年的？几年的？1986年。对啊，这是藤田豆腐店。豆腐店样式。哦、这个千灯的它的经典，它有两款，一个是没有新，有没有？一个是这样一条的，一个是新灯的。啊，开开的就是拓海开来的，有没有？它开一开都把它关起来嘛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关起来吗？那个风阻系数比较好、啊。对，也比较好。啊，第二就七底。对，七底就是看到，哎、欸，后面车怎么不见了？对，啊、后来砰打开就超过去了，东家那吗？哎、欸，我有看过下面的雾灯也是这样翻起来的。我是没有看过。有吗？有人改这样子。我是没有看过。以前很喜欢装这种，就是像香蕉这种圈。芭蕉圈。对，然后利用芭蕉，我就是啊，对啊，芭蕉比较短啊，我香蕉比较长。老车装这种圈蛮好看的。就经典啊，这个蛮多人装的啊。哎、欸，这保存的很好，顾得很好，对啊。灯壳都没有裂痕，仔细看你没有细纹啊。没有了。算很漂亮哎、欸，你每次都看到86的外观，你有看过那种吗？嗯，很少。而且你在动画也看不太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直接看一下，车主说他之前他跟我生日同一天，3月6号。对，真假的？他之前 IG 面过，真的是没有看过86的那种。哎、欸，好帅哦！他这都是圆的吗？原厂？哎、欸，椅子应该不是啊，这是 Recaro 的。哎、欸，好帅、啊！你看、啊，就是用这个在练那个，对不对？练杯架、啊。练甩尾就要靠这个。他、啊、怎么放咖啡？怎么不放杯水？时代变了，那提神、欸、还有缺件。车主，对啊，为什么你是放咖啡不是放杯水啊？因为水会洒出来，还没练成哦。这个还缺件哦。你买的时候就是 Recaro 的吗？不是，这自己换的。你换的？之前是一个什么桶型赛车椅，难做钥匙，出来都要用爬的。我干嘛换掉啊？这比较好做。某某也是你换的？对啊，某某也是换的。你知道他买多少钱吗？什么东西？车子可以透露吗？可以啊，100万给我涨。他刚刚说九十，对，还没加整理的钱。我刚刚问他说为什么引擎盖不烤黑色的，他说他要再找一台。对啊，有吗？你们有吗？我们没有啊。我如果有的话，我不会留给你。哎呀，自己要留，我自己留着。你看，多曼尼 K 8好、哦、看起来差不多、哦、可是实际上它是有差。我们有这个了吧？你看，这个是多曼尼嘛，是 K 8我们有一台，到时候我们要改这样，下巴再改一下就好了。带你们看一下哈、哦，差在哪里？那等一下，车头当然是不一样嘛。车头不一样，后面还蛮像的、哦。你来看一下，左右后灯呢？其他的活动。欸、这个好不好是一样的，差在哪里？你看后车厢不一样，有没有看到两个灯不一样？这个是有断开的，这是直接连到旁边去。到时候回去我们来打，稍微改一下，我觉得是降一下。哎、欸，你先换这样哦，这几寸的？哎、欸，这我记看起来蛮小的嘞，15寸，哎、欸，16寸嘞，这样竟然有16寸，我们回去把它杠 OK 的就睡了啊。下巴又觉得的话，哎、欸，我们用 K8 的下巴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应该是看起来是一样的。灯还盖框嘛，然后好像看起来好像真的一样哎，只有前后的灯不一样而已。阿哥，你看他贴哆瑞咪哎，哪里？对呀、啊，哦，哆瑞咪，好像打龙啊那呢。这台也是啊，这台就是灯是圆的，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铝圈，塞该被混起的铝圈。哇，这样塞到这里也该被混起啊，多拉风才叫做海拉风。我要访问一下，今天刚好遇到那个巨星，哎、欸，冯居所你也有来啊、哦。Family， 那、啊、今天对这次的90车距有什么感觉 ？Family， 你不要一直瞪着我，你要讲话。对吧？冯居所，哎，他今天有来参加。这还是第一集的嘛？他们去抢那个 DVD 的。对啊，哦，这台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哦，超级大尾翼，这是酷贝的 K6， 超大的尾翼。哎、欸，它后保管也换了嘞，也是很夸张的。对啊，很夸张啊，这个都整个都用挖洞啊，整个烤肉往上去啊，它这个是有喷漆。你今天是不是看到它很高兴？为什么？
又是你小时候头文字 D 啊。哦，头文字 D 哦，好像看到你们认识你们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比如看到八六，哎，其实黑色的 R77 在头文字 D 也是有一段故事的。开黑色的 R77 的那个女生喜欢，对啊，喜欢启介，启介的车坏掉，她借她的车去比赛。所以他有一场是开黑色的阿萨奇，但是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。哇、哦啊，头文字 D 的小故事，对啊，我有看，对对对，他的车是不借人的，只有借他而已。对。喂，那你什么时候挂的？你什么时候偷挂？你什么偷挂的？哇塞，我的箱包哎、欸！讲一下，箱片啊，箱片的箱包，箱片啊，好了，森林人，本来要来拍，结果本来很多一堆，很多跑光了，跑光了，剩这一台，只剩这一台。哎、欸，你哇，一这好帅，这笨醉耶！以前的车都很喜欢装这个，这跟上啊，跟上啊，多掉，多掉。你这个车跟什么？跟第一代的 CRV 很像，大家都会把它降低，降低之后就会车身就比较低，看起来就比更稳了。哎、欸，国勇哎、欸，这百万没当我掉，这真正拢绝版啦。嗯，这是我的车。哦哦，这你的。哎呀呀，哦，亮掉啊，亮掉啊。我看到你有挂，我这边送你。欸、我这样对啊，就是因为看到，就是、看到你啊，一整包的嘞，一整包，再送你两个。谢谢谢谢，我在你的哦。对对对，我照顾他19年了，19年了、欸。这很多车主都是两三手的，所以你是一手。新车到现在，哇，你很有爱哦。欸、这样啊，我这样问好了，你开到现在有没有花开什么紧急教过吗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通病啊，是什么之类的？这就是咱塞苏巴路的车，就是哦，伊那是有通病，咱就做欢喜的。跟小师讲的一样啊，那坏哪里，我们就给他升级这样。因为换过之后，他的感觉又会不一样，就好像开一台新的车一样。看得出来，你应该也蛮用心照顾他的。也还好还好。你上面那是放脚踏车的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在玩一些那个单车或是铁人的运动的。哦。它原来高度应该没有这么低啦，那这个有降过哈，因为我先改高，然后跟朋友 off road 之后，那再降低，那就变成好像三台车在开这样啊，难怪开比较久。第一个是原厂的，开一开变长高了，对对对，长高之后就变矮了，又变矮下来了，所以有就不一样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那每10万公里就调整一下，所以每10万换一台车这样，感觉是这样，已经开30多万。那下一次要改什么？高低都有了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现在有人是拿这台车改那个碰车啦，坐很低，趴下去，趴下去，要骑得来，可以了，你可以的啦，可以，对，你可以的，对，希望下次来就对有不一样的感觉出来，感觉出现，对吧？谢谢，对对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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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麦香红茶、欸，哪里？我要喝，好屌、哦，哎、欸，熟悉的麦香最对味，好，好低配哦。他问了你，哎、欸，你这台透明的 ，My dear friend， 哎、欸，啊，的盖子、欸，有啊，透明的、啊，拆掉了，拆开、欸，好酷哦，你有看过这种东西吗？没有啊，对啊，很屌，对、欸，好可爱哦，你现在你拍，啊，你拍没有吧？我赶紧拍别的，好可爱、哦，真的，真的啦，好可爱哦。慢好久啊！对，我又才过来，比他还慢。这个是水转印吗？应该是吧。哎，好吧，好了。拍那个八六。啊，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有看到宣灯，这个是一般的，都是平的。另一边呢，拓海的灯是有一个壳连起来的。旁边的乐高也不错。而且你看它轮框，它轮框 VW， 真的超屌的。它的 logo 直接用在轮框上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Ultra-Z3 Plus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耶、yeah, ，今天终于结束了。好，今天也看了蛮多车子的，有些车子他看不太懂的，所以如果讲解错误哈，大家再对对对，指正一下没关系。哎，我大概问一下好了，你泰坦尼亚呢？看他几台，你该对台。你先讲。没有特别喜欢，但我觉得那个苏巴路那边的车主非常的热情，一群人跑过来解说，然后对对对对，来跟你说这台车改什么，改的东西，他还列了清单，对不对？你说那个哦，啊，阿戴尼，对啊，想。应该也还是 A186 A186，而且那个跟我是网友，我们两个同一天生日。我想到他说他在我们公司附近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。哦，那你我呀，其实我没开过了。哎，这个也是2000，我是真的没开过了。听说很厉害，我不晓得，我开了之后变成神之手。对，神之手在开的啊。神之手，神之手，啊，神之脚是 GT 啊。对。R34嘛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我的仔呢哈，那神之鸟，神之鸟，神之鸟今天没来，在国外，然后不然变成在国外。
好啦，今天完美的结束了。希望有拍到一些好看一点的画面，对，然后大家想看的车都有看到，然后也谢谢那个荷华社长办这个车局，对啊对啊对啊，真的很辛苦，也让这些老车精神可以继续延续下去，对对对对。好了，那就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想说你一直讲，你不是要接吗？对啊，我想说叮哎，再次好了，再次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还有按赞，哎对对。最近听说按赞会影响那个演算法，所以麻烦按个赞。要按个赞，赞一下，赞一下。Yeah. 哦，好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任我等，拜拜耶。哎、yeah 欸，大家如果上次找那个招式集的那个老板，对，你看送我们车牌哎，上次我们还特别，上次是不是米其林？米其林大赛，上次是米其林。对啊，宿在米其林，对，感谢感谢，特别做的。这几天没有坐很久，坐很久了。那你一直在等我？他说没有时间去。对，他说没有上来北部就没有。这次有来，所以特别来过来。哇，谢谢哦，谢谢，太有心了，太有心了，谢谢。哎，赶快啊，买啊！谢谢。那麻烦早点下班，全部都买了。我桌面上全部买了。没有买桌子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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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谢谢。